我突然发现，刚刚我就是中间的时候，你们想不想跟大便讲话？让他跟你们讲一点话。欸，你敷衍。我就知道。欸，他都这样子，每次都不讲话，这边可以了吧？那个聊一下，身份证知道。下一首歌也是我们 EP 里面的歌曲，然后叫做 Goodbye Caroline。 这首歌呢在讲告别这件事情，但是又没有这么简单。就是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都会遇到没办法的时候，这时间到了，然后你必须要做告别这件事情，但有时候你根本就还不想。那这首歌就是这么样的一个心境，我们听一看。It's a goodbye for the last. It's a goodbye.
起。